下次还不满意啊？下次我希望开在更大的地方，你们也能一起来，好不好？
好不好？好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，也是一首翻唱歌曲，然后来自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华语乐队，听了就知道了，就是我们猜的那个图，不知道你们猜对没有？来吧 ，Fly Away。